在生花隔板的挑选啊。来，首先我们把这个角扣先把它放进去，好，放进去之后，记得这个红色线，看一下红色线啊，先把它转到消失，红色线这样子转，转到它不见，那就转转到水分转了，它也不会转，红色线就是转到不见，好，这个。